要点钱抠抠搜搜，孩子也不管。我现在在外面有多努力呢？老板，来碗面，加个蛋，带走啊！帮我看一下。哎，这，面好吃吗？这面看着真香啊，有蛋有菜，味道不错吧？你猜我吃午饭了吗？媳妇儿，我其实我每天在家带丫丫，你管过我吗？最近丫丫断奶，又吃不好，你这个当爸的在意吗？知不知道我为了带孩子，多久没睡过一个正觉了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娘俩？我公司来电话了，我有事我先走啊。哎，真的。哟，这不业绩倒数第一的大忙人吗？这是又去哪谈大客户了？我这一天都没吃饭，我实在是盯不住了。我谁不辛苦啊？你看人家刚毕业的小陈，那拼劲儿，差一点就把公司当家了。你可不能落下呀。是。哎呀，家里的老人孩子还都得指着你吃饭呢。你说你能歇着吗？啊，你敢歇吗？不敢，哎，那我现在就工作，这就对了啊！我还有点事儿啊，就不陪你了。哎，好，哎，经理再见。哎，张总是我。都几点了，还那么让人休息啊？哎，张总是这样，我是小田，那个协议您看了吗？您拨叫的用户，您好，您拨叫的。喂，妈。儿子，还抱着你。没有，我早回家了，我饭都吃完了，我还都。我吃了，婉婷做了一桌子好菜呢。就是你跟爸身体也不太好，你们就早休息啊。您不知道今天是他生日吗？大哥，哎，那我媳妇孩子他们，哎，你放心好着呢。倒是你撑到现在才吃饭，哎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我趁着午休啊，去买了这个，麻烦你交给我媳妇儿吧。你看我这儿还没事，你先忙着。哎，谢谢啊。您和宝宝，大哥心里一直记着呢。对不起啊，我连你生日都忘了。刚才是我太过分了。外面的饭吧，也就那样。明天啊，你吃啥我都给你做。哎，李总。哦，你刚才是在忙是吧？明天亲自过来签合同。好，明天我等您，我等您啊，李总。哎呀，第一次上门见我爸，你就拿这玩意儿去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？这连个包装都没有，一看就是假货。我知道你没钱，但是你也不能拿这个假货糊弄我呀。
那个，其实他也是被骗了。你跟我来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回来了，那酒你们大妈喜欢不？哎，我特意啊打听着买的，这酒啊一瓶花了我2个月的工资嘞。不过呀，要送嘛，咋就送最好的？妈，宁宁他爸临时有事儿，我就先回来了。少了，我这还有一点钱，咋再多买几样？妈，不用，我有钱。等下午呀，我再去宁宁家看看。嫌你脏了。妈，我朋友，我们先过去一下。那个，刚才宁宁都看到了。看见就看见吧。海里的鱼和河里的虾本就不应该在一起，但是有一个人一直在等着见你呢。妈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就是他。我再去买点东西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爸看不上那些。一会儿你可别掉链子啊。哎，爸。叔叔好。爸，这都是王磊送的，全都是你喜欢的。这都是你准备的？叔，其实这些都是宁宁准备的。王磊，叔，我知道准备的这些东西您看不上，但是我会努力，以后可以给他更好的，请您给我一次机会。其实啊，这也没有多少钱呢。啊？就知道乱花钱，也不知道问问我爸爸喜欢啥需要啥。送礼啊，不是越贵越好，送的是一份心意，真诚才是最重要的。人也是一样的，不是金钱富贵才是最重要，两个人相处真诚比什么都重要。走吧，那我们就上楼吧。